years ago.对的，放松量，放松量，什么量来的？放松是什么量？我们可以让人放松，放松，我们可以让所有人放松，放松，我们就很松啊，很松啊。你们骨质疏松啊，只有最强的队伍才能获得本期节目最多的放松时间，拥有最多的镜头。比赛的成绩不好的队伍，你们的镜头会非常少。涛哥，我们欢迎一下嘉宾，好，欢迎一下嘉宾，欢迎什么？嘉宾。欢迎一下嘉宾，好的，好，嗨，欢迎一下嘉宾，我知道了，我也说换嘉宾，吓我一跳，哎呀，这耳朵真的，我们这一组都小鲜肉，你们真的要小心一点，李现不怕，我们这里还有更鲜的，来，欢迎李现，到方特乐园欧洲小镇。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里进行你们私家TV争夺放松量的第一项比赛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嗨，抢过他，我们赢了。趣味接力赛，同队三名成员协作完成接力赛。第一棒在电视屏幕出现跑刺时起跑，第二棒根据房间内提示完成接力，第三棒。 站在指定位置，成功吃到棉花糖后跑向终点。比赛共分为三轮，按每队最好成绩排名。跑步啊，真的是我们欺负我们这种，就是两个女生啊。那怎么了？啊，你明明拖人别人后腿啊！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两个女生我会拖别人后腿的。明明是你在拖人后腿，好不好？中间那个屋子的特质先告诉我们一下，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是帮你问的。<笑>你三个都做不了，你明白吗？<笑>但是我们波绝对不能让祖蓝哥那吃棉花糖那个。那不一定，我觉得够不着。你忘了第一期的时候那么高的。<笑> 祖蓝，我们收留你。对不起，祖蓝的嘴唇厚，没准可以粘住棉花糖。舌头长，祖蓝的嘴唇可以甩出去。甩出去，辛巴了。现在，请各队投资你们的放送时间。每一环节的第一名，你们投资了多少时间，节目组会增加给你们等量的时间。 第二名可以获得第四名的投资时间，第三名没有损失，你们可以拿回自己投资的时间。你们想投几个？我们几个？一共15个。15，来5盘吧。OK，来，5盘子。5个可以，5个可以。我们下5个。祖蓝哥要输了20分钟没了。哎，这对谁对啊？我们。快快快！ 我要尊重我们的女生啊，上几个？4个，放几个？4个，好，4个。都说我们是老年队，我们就下个最多的。妹妹，你觉得呢？好，就下吧，下最多的。对吧？好，就这么样了，就他。不一定是那么多，太多了。别玩。好。就这一个，但是不是最多？66算。现在大家都已经完成了本环节的投资时间，第一轮接力赛马上开始，请各位成员。什么东西啊，到底？ 会不会要我一直吃啊？完蛋了！接力赛第一轮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！走起！出发！啊，冲啊！
你比我们快了0.03秒，真假的？你自己看。哎，全是玩。没有第一名是拿自己的加倍，不是拿第三名的。现在公布一下第一轮接力赛的成绩。黄队第二棒没有按照规则来，所以黄队本轮没有成绩。他拿了牌子，没有拿人呢。那就带我走啊！那个可以两个都拿着。第二轮，请准备。让嘉伦，看到跑姿才跑啊！3、2、1，开始。什么？上！哇！上了！哇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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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快上了！上了！快上了！上到我背里来！是狗。接力赛已经结束，来公布一下大家的成绩。三轮各队取最好成绩的排序分别是：第一名是肌肉 TV， 你们的最好成绩是34秒58毫秒。Yeah！ 欢迎来到西部餐厅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争夺放松量的第二项比赛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刚才没抢上。上一局的精力都放在抢任务卡上。根据题目抢到正确的椅子并坐下，哨声响起时，成功坐到正确椅子上的人可以获得一个积分。自己上为难了。远离小迪，你的爸响应。这脚就一直戳我的脚。两只野兽。
坐下就不可以把他再搬走了，对吧？你如果可以把这个人再弄起来，你去坐也可以。是在抢椅子的时候，如果当我们的女生坐在那边，希望别的男生不要跟她抢。我们不抢椅子，我们只抢人。现在请各队先投资你们的放送时间。来，两位有什么想法？开心就好，就是玩不重要。六，哇，你们下六啊，赌那么大。我们的一晨说了，六盘，就六盘。随波逐流。我觉得我们优势太大了，他们就算赢也是跟我们打平而已。男人好不大气啊，真。你就是怕输。No， 我们要保持住我们的领先。那两盘吧。两盘好，两盘，我们求稳，不求赢。Running music 六个，就是这么大胆。我们下三盘。放送量争夺赛第二轮，请听第一题。这是第一题了。又开始了，请抢到 Angelababy 的椅子。3、2、1。Angela Body，Angel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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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真的吗？怎么拼呢 ？Angelababy 怎么拼呢 ？Angelababy 怎么拼呢？西柚 TV 获得两分，吃播 TV 获得两分，晚霞 TV 获得一分 ，Music TV 获得一分，请抢到。写着汉字，白的椅子，三，二。一，看不白。哪有白我？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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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啊！拿走，拿走。天哪！哎，没有人要吗？没有人要吗？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。这不就是白吗？哎呀，没有了。肌肉 TV 第一轮又第一，这一轮又第一，我们搞来搞去，人家一直在第一，我们全部在耽误时间。请听第三题，请抢到字体颜色为蓝色的椅子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推我干嘛？字体颜色为蓝色。字体颜色为蓝色。字体颜色是蓝色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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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啊！看。这不是。这，字体颜色是蓝，字体颜色是蓝。啊，那也不是蓝，是白。超哥，超哥，近在眼前。邓超刚才从这把椅子旁边走过去，说：“哎，是这个，是那个。”这，字体。请听第四题，请抢到郑恺。
鞋垫里贴纸颜色相同的椅子。什么？快把鞋子。那你也得给你们队看啊！不，你看，看，看，站住！站住！扑倒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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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扑倒！扑倒！快看！上天！鞋垫什么？什么颜色？什么色？蓝色。蓝色。哎，你就两个。小迪又出手了，远离小迪。我来帮你。两只野兽。骗人的，骗黄色，黄色。变什么？什么？蓝色？什么色？什么色？黄色。坐。哦，好吧。坐。蓝的还是什么？贴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是内奸，结果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不是要找什么东西啊？跟贴纸颜色相同的椅子。贴纸颜色？哪有贴纸啊？到底是什么？我看我坐一下。鞋垫呢？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自己说吧。完了，没有颜色。来，颜色给大家公布一下，什么颜色？大黑牛，你拿了三个，一个都没拿对。我就像一只小鸡一样被放出来，然后一群老虎在扑我。对嘴比赛，对嘴，四队轮流用无声麦克风演唱指定曲目，三人中有一人假唱，其他队成员需戴上耳机判断出假唱者，猜对一组积一分，游戏结束按照每组积分排名，就是不能被他们看出来谁假唱，对，也不能被他们看出来谁真唱，对，不能被看出来，那就三个人得唱成一样对才好。现在请各队进行你们的投资。我觉得大家都搞得大一点呗，都大一点好玩吗？都大一点，都大一点，好啊，都大一点。18个，18个，可以吗？如果你们这一轮输的话，下一环节你们三个人只有5分钟的玩游戏的时间。那我放回去吧，该怂还得怂。好了好了 ，baby， 打完了。凯莉姐，耶！你呀 ，baby。可以让我休息一下，你猜对就可以啊。林依晨，错，错还是 baby。耶！哎，谢谢你直接送我们上第一名。Baby! Baby! Baby! Baby!
出来一手的汗啊。凯莉姐，哎呀，换手法呀，他妈你提醒没有，他已经打我打到出汗了。是，你现在打我出汗了，打到出汗了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真的不会疲倦，我还要再跳3天3夜。我现在的心情轻的好像可以飞。哦哦。领先，第一个。加入我的行列，白天跳到黑夜，快乐不会吃亏。谁也别想拒绝。3天3夜，有3更半夜，跳舞不要停歇。3天3夜，有3更半夜，跳舞只靠音乐。3天3夜的3更半夜的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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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请大家写出肌肉 TV 假唱者的名字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肌肉 TV 的回放画面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来了哦。不会累，我已经跳了3天3夜，我现在心情好，积水会回醉。不用会疲倦，我要再跳3天3夜，3天3夜，3更半夜，叭叭叭叭叭叭啦，叭叭叭叭叭叭啦。OK OK， 加入我的行列。OK， 快乐黑夜 ，Always Always， 快乐不会吃亏 ，No way No way， 谁也别想拒绝。3天3夜的3更半夜的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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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大嘴啊！天哪，小舌头都弹出来了。No！ 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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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现呢？我们对了，对了对了。3天3夜到3更半夜，全身只剩汗水。3天3夜到3更半夜的叭叭叭叭叭叭嘞。我还跟着你的结尾。对呀，挺真的。恭喜三队都回答正确，各积1分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各位成员请注意，现在即将开始放送量撕名牌，撕掉别人名牌可以获得他的剩余时间，如果时间消耗完毕，你将失去你的专属 VJ， 请各队成员将磁带分配给1人30分钟，所以我们承包了这一期的所有镜头。半个小时我够撕掉他们所有。不要这样，凯莉姐。哇，这也很难的。我有特写，很多的特写。神经病啊！来吧。装。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。哇，太猛了！现在放纵量已经全部用完。
完了，你的专属杯这已经不要信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 ，baby 来了，都来了，你保护我们。魔镜，魔镜，快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人。文赫，你走开啊！你怎么又来了？哎呦，天哪！小鹿，大黑牛，在哪？到了，走吧，走，走一走。抓住，抓住，小心！不不不！你去看一下。哦，没想到。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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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后面！小鹿，小心后面！小鹿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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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！小鹿，小心后面！小鹿，哇塞，为什么我们要找大黑牛？我们应该去找超哥。将死之人，嘉伦。小鹿刚才瞬间被死，他们好狠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赶紧跑，你赶紧跑，不行不行，不能撕李晨，根本撕不动，其实应该撕超哥，我也是觉得，我们先撕超哥，超哥聊天，超哥聊天聊得可嗨了，对吧？你已经你没有靠山了，要不要保证？我们在一起，还剩多长时间？我在，你看我的姿态，好讨厌的姿态。还有三十分钟，能不能短一点？耶！天哪！啊！李现！好样的！没有李现。好样的！好样的！你开心吗？单超专属围巾下班。敢！你。少华，少华，难道不回头看我一眼吗？少华，李现，我觉得你可以把任嘉伦给撕掉。我来单挑任嘉伦。所以你对任嘉伦，我们俩对李晨，好不好？好。任嘉伦在这里。啊，李现。大家现场直播，李现对任嘉伦，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耶！来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哇，去休息一下。任嘉伦，名牌贝斯 ，Running Music GB 全队。这是要对决了吗？对。那我让一只手。好。好，是吧？来喽！开始了。哎呀！你们队赢面很大啊！谁赢了？谁赢了？哎，你猜是谁？除非热巴可以咬下名牌。热巴，我相信他会做到的。要不就真的是李现了。看一下结果，一起转身啊！一、二、三。他们两个人奉上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撕名牌的表演，真的。今天我要向两位女生道歉，没有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。但你保护了自己啊！今天你们三位女士要向我道歉。对不起，大黑牛。下一次我见到你们撕名牌，就先把头发撩起来，然后。恭喜肌肉 TV 获得了今天争夺
方颂亮比赛的冠军，你们将获得由 MC 为你们准备的奖品。呀，哎，这个没有过，这个没有过，哇，这个以前没有过，哇。我觉得其实我们是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选择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，我们也会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喜好，对，所以每个台我们都要好好的为观众继续下去。谢谢嘉伦，谢谢嘉伦，谢谢 Carrie， 谢谢李宇轩，希望你们有机会继续来这里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很开心。